喺台灣參加高雄市市長補選嘅三個候選人舉行政見發表會，國民黨同民進黨嘅候選人就過往嘅執政紀錄針鋒相對。民进党执政二十年，在高雄花掉了3兆多的预算，最后还让高雄负债3300亿。高雄还是下雨就淹水，马路到处是天坑。我们还要相信2年拼四年，还是2年摊四年呢？818亿的欠款是国民党跟吴敦义造成的，是国民党欠高雄，不是民进党。没办法修法的问题。陈其迈亦都嘲讽被罢免嘅前市长韩国瑜，话2年嚟高雄冇发大财，反而变得更差。民众党嘅候选人吴益政就话自己系南绿以外更好嘅选择。补选将会喺今个月15号投票，当选人任期只有大约2年半。